骂痛人 VS 监控人 B63 级同人作品，女电视人以寡敌众，弟们巨大化回归挑衅泰坦监控王，让我们来看详情。开局就看到一个监控人在通马桶，这个场景真的非常的怀念。在正版55集里，无双战神就是类似的动作。监控人听到远处传来飞行马桶人的声音，抬头望去，是一只非常普通的飞行马桶人，他飞得很开心，被抱的眼笨没来得及感觉。然后可能是他的爸爸出来了，对着泰坦监控王发了一个小炮，灵活走位躲避泰坦监控王的反击。哦，没躲掉。泰坦监控王视力超好，发现女电视人在远处大坝上遭遇埋伏，立即前往支援。不过操心是多余的，女电视人先是360度紫光照射控制马桶人，然后一套街舞动作秀翻全场，巨大的鸡们展开偷袭，目标明确。女电视人提前预感危险，施展黑烟传送，应该没有中招。鸡们偷袭失败，又中了泰坦监控王一发手炮，选择直接逃跑。泰坦监控王对此也是无可奈何。